你怎么去在这儿啊？你怎不回家呢？哥和嫂子他们不管你啊？怎么能不管呢？妈，你别瞒我，是不是他们对你不好？啊，好，他们对我挺好的，一定是他们对你不好。 怎么这样啊，妈？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妈怎么跟你说呀？这门亲事是妈定的，你嫂子也是妈托人替你哥找。他们现在过得不好，我能怨谁呀？都是我自己的错。 怎么这么没有良心？走，妈，我们回去，我找他们去。别回去了，回去热一肚子气。妈在这挺好的，挺好的啊。你都病了，你好，妈妈吃两副药就好，别着急啊，不着急。 前面拐弯就到了，是吧？嗯。妈，慢点。杨先生，谢谢你啊。没事儿，不是。要不帮您教育教育儿子吧。 谢谢啊。你好像记性不太好啊。 说的话你都忘了？我没忘。那你回来干嘛？我妈病了。妈病了？妈，你病了？我怎么没看出来妈病了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和哥到底怎么对我妈的？为什么非逼她到小卖部去住？我们逼她。妈，妈，你说我们逼你了吗？是不是你自己愿意去小卖部住的？啊？你说呀。 你给我出来！哎，你拉我干什么？我怂恿你们怎么对他的，你们自己心里有数。我妈都那么大年纪了，你们但凡有点孝心都不会这么做。得了吧，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告诉你，现在这个家是我在当，你哥还有这房子，你什么都甭惦记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惦记这些。等我妈病好了，我就会走。那最好。 出去！出去！你是不是又拿我抽屉里那帮钱了？没有。你少跟我装了！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又拿地主了？我没有，我告诉你了。我特意留了一半钱放在抽屉里边，准备寄回家的。你眼睛怎么就那么毒，就知道放在那儿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嫁到我们陆家了，你是我们人，钱也是我的，知道吧？你给我，你赶紧给我！没了，输了。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一个败家子儿啊？你就知道赌，成天一点正事儿没有。
哥，哥，谁呀？谁呀？这大半夜的，干什么？那屋电扇换了，妈热得要命，能不能借下你们的电扇？借电扇？哎，你干嘛？你又心疼他了？借个电扇怎么叫心疼？他一回来你就给我吵，他一回来我说什么话都不行了是吗？什么？我借个电扇怎么了？你这大半夜的，你给我打放下来。电扇，你没看咱们这家连电费都快交不起了吗？热，那就让它热着，大家一起热死算了。哼，回去睡觉。有病这人！你才有病呢。怎么？一会儿进去睡啊。嫂子呢？嫂子上班去了。哥，哥，你别这样！哥，放手！抱我去，抱我去，抱我去！哥，你别这样！放手！抱我去，抱我去，抱我去！别这样！哥，你让人放手！抱我去！抱我去！干什么？好啊，这个小狐狸精，你们干什么？不行，不行！你不能说羊呀，你说的应该是他。要是你生的，你当然放了他。这也是你生的，你这死老太婆，你养出一帮男盗女娼的家伙。我去你的！你说什么呢你？啊！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！我是那个小娼妇，你给我出来！给我出来！
说什么，别往心里去。这日子什么时候是过？什么时候是过？说什么说什么？你是来看我的吧？哎，不不不，你是来送货的，是不是又给医科大学送课本啊？啊，那个，我妈她挺好的，虽然还有点发烧，刚吃完药睡下了，应该很快就好了。你那个哥？我哥他也挺好的，什么事儿也没发生，你就放心吧。笑什么？好笑吗？你妈把你传染了，你别传染上我啊！昨晚上电风扇坏了，觉得特别热，早上起来又觉得很冷。那也是给你妈的。为什么送你这两个东西呢？是因为你那个妈许愿，在我这儿呢还剩了点钱，我就不给你钱了，给你东西，知道吧？明白了，谢谢啊。走。哎，杨大哥，你一会儿有什么急事吗？干嘛？我想让你跟我去一个地方。不行，忙，最近特别忙。没时间，就是忙，都不能抢，遵守纪律，知道吗？对呀，人人都有份儿啊！啊，每人都有份儿啊！来，你单，你单，谢谢叔叔，你单，谢谢叔叔。为什么叫他姐姐，叫我叔叔啊？我就长得那么老啊？行了，别吓着他们了。大叔，我没给他们打招呼，叫哥哥，知道吗？现在是我这几天觉得最快乐的时候了。每次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什么烦心事儿都没有了。
那你以后就常回来看看。就被自己的爸爸妈妈抛弃，心里一定挺孤独的。偶尔能给他们带来一点快乐，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。几点了？给钱呢？我这刚上手呢啊！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你赶紧睡你觉去。开始啊！你来。妈，哥怎么把这帮人带家里来了？太不像话了！你怎么睡呢？睡吧，睡着了就听不见了。把你把床放受不了了，我得跟他们说说。洋洋，小子，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别跟他们置这气。说吧。大娘，哎，怎么？怎么了？又是你！赶紧给钱，给钱！问个电话吧你。什么牌子的？看什么电视？你到底在这看啊？你弄点水就不行？没呀，没水，没水烧去啊！你就在这坐，不就丧吧？你就在这坐，我就出钱。刘洋哥，快点，快点！臭娘们！嫂子，你能不能跟哥说一声啊？让他别那么吵，妈都没法睡觉。要说你去说吧，你也不看看都是一帮什么人，一群赌鬼。洋洋，来，回来，快睡吧，睡吧。这么一帮赌鬼家里来，还让我们伺候，这日子还过不过？建阳，你有那功夫往你哥身上蹭，你还不如劝他戒了这个毒瘾呢。哎，洋洋，你不说我去说。你们还有完没完了？现在都几点了？要闹到什么时候啊？你给我点面子行不行？这么多人全在这儿，你干嘛呢你？妈都生病了，你一点都不关心吗？把今天带到家里人太过分了吧？那热伤风喝没热水行了呗？你赶紧回。这怎么了？记下好了。这怎么？妈，这怎么的？踏踏实实睡吧。哎，快点，快点。哎，那个事儿啊，我说在玩吧。再来，给你，我输不起啊！我说，先赢是纸啊，后赢是钱，行吗？看人笑话，来，三名。来，
清楚啊？打也看不见，怎么打呀？你别铺路了，推你推干什么？老大还没说。老大，我是一晚上才转运，要不再来一圈，再来一圈行不行？行行行行。老大都说行了，行吧，你把牌立起来，赶紧的，赶紧的。快！你打呀！该我了。那么带你干啥呀？我金小子，我怎么？我金小子，我自有金小子，怎么？老公，你总算活了一把。给钱，给钱，赶紧给钱。君子，啊，把你兜里的牌也拿出来。我没拿。走，我没有，这里没有，没有。这什么？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不如我的牌。不是我的牌，君子，我平时就跟你说过，你主打有毒品，你知道出老千什么吗？做掉手指头，听见了吗？我带你们的，妈呀！不跟你计较了，谢小子，你要好好谢谢你妹妹。
拿罐啤酒。这么大老远的还跑过来，真不容易。来，算我请你的。谢谢啊。是来看我的吧？我为什么要看呢？你觉得你自己长得好看吗？我是在这附近送货，我渴了，我要罐啤酒喝。来两罐啤酒。啊，来了。两罐啤酒。对。六块。哎，你还没给钱呢。给什么钱？你哥欠我那么多钱，还跟我要钱？他欠他的，你找他要去，这钱你必须得给。你少废话，他欠了一屁股账。你还有脸跟我要钱？去！我告诉你，你再敢跟我要钱，你试试看！哎！你想干嘛你？榜哥，我是亮子。杨大哥，刚才干嘛呢？这是大嫂冲的龙王庙啊，我哪知道是您榜哥罩着的。你小子现在出息了，都会欺负你的了。你妈你欺负吗？不是榜哥，我真不知道你跟他有点意思啊。有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是我一小妹妹，在这开店挺不容易的。你再告诉你现在跟你一块混那帮人说，别以后到这捣乱了，听明白了吗？再有啊，冲你小子当年跟我一块混，我对你那份情谊，听我句劝，别一天到晚这么胡混下去，混到底就是流氓，知道吗？找份正当的职业，别让你爹妈操心。滚蛋！我知道了，哥，走吧。杨大哥，那人你认识啊？不认识。收拾就行了，你去洗一洗吧。啊，啊，洋洋，啊，你手怎么了？给妈看看，给妈看看。妈，没事儿，我不小心碰到了。洋洋，你跟妈说实话，是不是你哥又欺负你了？不是，今天有个小混混来店里闹事儿，不过没关系。后来被杨大哥给镇住了。你一回来就遭罪，没过上一点舒心的日子。要不你还是回去吧。不，那我要想你怎么办？要是把我想出病来，你不心疼啊？孩子，妈没用啊，一回来就跟着妈，又受苦又受累的。连开个小铺都成了惹祸的根儿了，还不如关了它。妈，你别担心，我真的没事儿，真的。哎，你可不知道，今天那个小混混来店里买东西，他硬是不肯给钱。这时候杨大哥从后边进来，就一把抡着他，给他扔出去，三拳两腿就给他打跑了。哎，你就放心吧，妈。白吃白拿是强盗行为，老大说了，不让我们做这种缺德事儿。艳阳小姐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你这是干嘛呀？你快起来。你是哪只手拿的东西？右手是吗？是。
别，你别这样，你饶了他吧，我原谅他了。你原谅他了？真的原谅他了？真的。你让他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还不谢谢艳阳姐，大人大量原谅你。谢谢艳阳小姐，谢谢谢谢。艳阳啊，以后有事呢就告诉哥哥啊。在这一片，只要你提过瘸老大的名号，就不会有人找你麻烦。谢谢。只要你们不找我麻烦，我相信我不需要劳驾你们。你放心，我跟他们都交代了，以后不会再有误会了。艳阳啊，我真的是看你一个人太辛苦，我心疼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能照顾自己。老大，你今天找我啥事儿？我找你有什么事儿，还用找你弄我吗？哦，就那个钱的事儿啊。老大，你再通我几天，我肯定还，我肯定还。几天？十天，就你，我就是再给你十个月，你也还是穷光蛋。君子，要不咱们来个痛快的，好吗？3万块钱，咱们就打一局。你要是赢了的话呢？咱们以前的债就一笔勾销了，你还能挣个5000，怎么样？打点球啊？行，真的吗？我瘸老大什么时候骗过兄弟？不过你要是输了的话，可不能像上次那样再耍赖了。我输了，我更没钱还你了。我真玩不起呀，老大。哎，小弟，你不是还有妹妹？对呀，君子，你不是还有你妹妹？有妹妹吗？老大，不能打艳阳主意啊！打什么呀？老大，我求你了，我给你跪下，咱不打艳阳主意，行不行？咱不能打赢。咱们今天就打台球的主意，要不你冒险跟我赌上一把，没准能白挣一笔。要么你就马上还钱。自己选吧。
虽然可以做透析，但是现在透析已经达到了极限，他根本就承受不住。那您的意思是，他必须换肾，而且最好是从直系亲属当中去寻找。 是不是在您这儿？您是艳阳的什么人呀？艳阳是我的女儿。你还知道你是他妈呀？杨先生，不管已经发生了什么，我现在想找到她。请问她在这儿吗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我就知道了，我也不告诉你，知道吗？请你告诉我行吗？因为她在城里面没有别的朋友，你一定知道她在哪儿。 收拾东西去啊！不，我不去。妈，我不跟他走。傻孩子，他是你亲妈，他不会害你。妈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对我这样，我才不跟他走呢。 我知道。刚才你妈妈把什么事都告诉我。